然在脸书上晒出一张超音波照，并神秘写下恭喜我爸，满三个月再公开。贴文曝光后也引起全网轰动，不过当时就有眼尖的网友发现上面写的并不是他的名字，因此怀疑超音波照的真实性。没想11日他接受访问时竟然突然说出真相，分享孩子爸真正身份。他透露其实这是他姐姐那边的喜事，原来是杨秀慧姐姐的媳妇怀孕了，上周刚满三个月，这让杨秀慧妈妈升格变阿奏，杨秀慧则变姨婆，让家人都超级开心，也很期待迎接这个新生命。杨秀慧也再次强调真的不是她怀孕，笑说自己已经停经了，难道是要生出一个化石吗？而她突如其来的澄清也让网友们在网上议论纷纷。you